真相，是风作浓烟多，总是那你们都下去吧。是。皇上，这么晚了，还是早点歇息吧。真是个苦命的皇上，这一天到晚就是些兵灾匪乱、饥民暴乱。哎，就没有一件高兴的事情吗？这每件折子里的开头啊，都说些吉祥的事。什么？这千年的铁树开了花呀？什么？黄河里又出现了四眼金鲤呀？接下来就是一连串的祸事，最后肯定是要粮、要饷、要免税。这各省的大臣们呢，他们在写折子的时候恐怕也是战战兢兢的。哼，话头，这虽说时运不济，但他们那些庸才更是误国误政。皇上，你看我今天呢刚刚熬好的八宝桂圆粥，皇上来。让我喝。这心里啊堵得慌。皇上，您千万得保重龙体呀。爱妃放心，朕呢虽然贵为天子，但朕这副身子骨啊，哼，见着呢。皇上，您这话什么意思？朕天天受罪，可累不垮。朕浑身是病，可病不死。这还不够贱吗？皇上，您说的这番话，让臣妾心里好难受。甭哭，啊，有朕在，大明啊早晚要强盛起来的。皇上，您都累了一天了，也该早点歇息了，您还是躺下吧。哎呀，
这些折子朕还没有批完呢。皇上不管了，您还是先躺下啊。来，皇上。皇上，明天是清明节，一大早你还要去太子庙祭祖呢。可不是吗，这又到清明了，朝是日下，南有北患，朕还有何面目去见祖宗啊？皇上先别想这些事，你呀，先好好的睡上一觉，什么都别想，好好睡上一觉。下雪了没？什么？开春以来就没有下过雨，哎，已经旱了100多天了。皇上，你刚躺下，别想这些事。这怎么能不想呢？直隶和周边各省的灾民已经增至到600多万了。苍天说过这不降雨，百姓们就没有收成。朝廷今天的税赋就要落空了，没有税赋，朝廷拿什么抵御皇太极，拿什么去征剿中原流寇啊？皇上，有诗云：“清明时节雨纷纷。”您看，明天咱们祭祖的时候，皇上的忧国之心定能感天动地的，太皇太祖也会保佑咱们的。我想啊，上苍一定会降下喜雨来的，让他呀下个3天3夜，咱们不就有法子了吗？皇上，您还是先睡吧。果真如此，那就真是太好了。皇上，哎，对了，爱妃啊，你进来时外头阴了没有？我进来的时候啊，看到外面的天阴云厚得很呢。好，这样，要去看看天。皇上，你刚刚躺下，来，皇上，要不我去替你看。来，皇上，你先睡吧，放心吧。闭上眼睛。天空上堆着老厚的浓云，把星星和月亮都给埋没了，空气啊也是湿漉漉的，我看呢，很快就要降下喜雨了。好啊，苍天有意，喜雨安民呀。苍天有意，喜雨安民。求老天，快快下雨，下他个3天3夜，请上苍一定降下喜雨，快快安民。求老天，快快下雨，快快安民。下雨了，花
皇上，下雨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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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太好了，下雨了，皇上，皇上，鞋，皇上，下雨了，穿上鞋，皇上，快快快快，下雨了，皇上，你慢点，太好了，下雨了，下雨了，下雨了，皇上，下雨了。出什么事儿了，皇上啊！哎，快说快说，到底出什么事儿了？皇上，高迎祥、李自成他们攻陷了中都凤阳。什么？张献忠焚皇陵、坏祖庙，还去了先太祖爷的棺椁。断了我大明朝的龙脉呀、啊！你说什么？天哪！皇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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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天哪！皇上！放羊！杨思成，臣在。宣旨。中原反民，背逆朝廷，日益猖獗，陷圣都凤阳，毁先祖皇陵，致使皇天后土不宁，黎民百姓蒙难，此仇此恨不共戴天。经查，此祸乱之中诸多臣工大吏，
亵渎职守，罪无可赦，着将凤阳巡抚杨一鹏、巡按吴振英、玉立吴玉炳，着将副将刘明远即行斩首。着将陕西巡抚刘天彪、玉立王少杰、福王府将军朱明贵夺职问罪。皇上恕罪，皇上恕罪，皇上恕罪，皇上恕罪。着将河南巡抚胡宗祖、巡按韩文海、户部侍郎刘布尔、兵部主事李少吉剥夺俸禄，戴罪尽职。钦此。皇上圣诞。开春以来已经100多天没有下过雨了。昨儿是清明节，总算下了一场瓢泼大雨啊。各位成功，你们说那是雨吗？那是列祖列宗的泪呀，是列祖列宗的血呀。从今儿起，中原流寇一日不灭，朕一日不出孝衣。你说这可怎么办呢？人家说的是，自从那天祭祖，皇上就发誓了，流寇不灭就不出孝衣，减膳撤月不食荤腥。可实际上皇上做的更过分的是，连暖阁都不住了。啊，你看他跑到这冷飕飕的宫殿里头来了。哎，娘娘，这您大可放宽心，老奴安排了火盆，皇上也许能感到暖和一点儿。可是皇上一直不进婚，身体怎么受得了呢？哎，你看他盘中吃的连太监和丫头们都不如了。皇上从小啊就胃口不好，即使山珍海味他也没有胃口，如今吃这些玩意儿，他身体怎么撑得住呢？娘娘说的是啊，老奴猜想皇上这么折磨自己是为了减轻心里的痛楚吧。三天两头的还行，可
可是这都一个多月了，皇上的龙体非得累垮了不行啊。是是是，怎么了？咱们快拿个法子呀。可是娘娘啊，现在越规劝皇上就越固执，老奴不管说什么都会惹皇上生气。看来娘娘现在恐怕只有有劳娘娘了。你说，只要我能做得到的。哎，平时皇上最喜欢吃娘娘烹饪的家乡菜，老奴斗胆请娘娘亲自下厨，为皇上烹一碗燕窝鱼翅羹。这碗羹要像清水一般，但是能够补人的，皇上也许会不经意之间就喝下去了。啊，这个主意好。那我马上就去做。哎，小三儿最乖了啊。哎，不吃。吃一口吗？不吃不吃。哎呀，就不吃。哎呀，听话，吃一口就一口。嗯。还热着呢，快走。哎呀，小三儿不吃肚子会饿的，说不吃就不吃，不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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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吃不吃啊？不吃不吃，吃不吃，吃不吃啊？这是怎么了？母后，怎么了？母后你看啊，我们从辰时喂到现在，太子就是不肯吃。皇儿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娘娘，太子从小就是锦衣玉食的，您现在让他吃着米糊糊，他怎么吃得下吗？可是皇上下了严旨，素食三月，以道君吃，凡是皇亲都得遵循。可是太子还是孩子呀，谁也不能违反，更何况是太子了。母后，您知道吗？现在连太监丫鬟都比太子吃得好。咱们整天粗茶淡饭，他们照旧大鱼大肉的，把御膳房的膳食银子都吃到自个儿肚子里去了。这我知道，但是你父皇的旨意，必须执行。这天下呀，善恶自有天报，你知道吗？好香啊，这是什么？别动。你父皇最近身体不好，我悄悄的给他做了碗鱼翅羹，想给他补补身子。娘娘，我们走。哎，母后。啊，我劝您啊，千万别把这碗羹给父皇。怎么了？父皇看见他不但不会吃的，反而会发火，谁伺候他谁倒霉。你都说些什么呀？现在连王承恩都躲他远远的，那奴才可比您聪明多了。走。娘娘，你们下去吧。皇上，哦，该用膳了。哦，哎呀，朕也觉得有点饿了。真的吗？是啊，朕好久不觉得饿了，今天精神好就饿了，特别想吃东西。那好，快端上来。臣妾呀，今天给你煮了一碗羹，你尝一尝，看好不好？好。来。哎。哎，慢点。香，香啊。
这是什么？这是羹，是臣妾亲自给你做的羹啊。什么羹？是你吃燕窝羹是不是？皇上，你千万不要发怒啊。你啊，要是不为自己着想，也得为大明着想啊。好吗？你以为朕素十三月是儿戏吗？你以为朕不饮麻心是在欺世盗名吗？臣妾没有这么想。那你为何不遵守朕的言旨？哦，大臣们欺君误国，你也要欺君误国吗？臣妾不敢呢。这些天你和乐安是不是受不了粗茶淡饭，背着朕开荤了？没有，没有啊。臣妾和那小皇子，哼，都不敢呢。你身为皇后，应当母仪天下，当为宫廷表率，可你呢？回去吧，回去闭宫反省。没有朕的旨意，不准来见朕。臣妾知罪。出去。出去。爱妃，爱妃，朕是说重了些。不吃，不吃。母后，怎么了？母后又受罚了，烦死了，烦死了！这还是人过的日子吗？这日子长着呢，难道就不过了吗？过来，喏，你喂他吃。遵命。小三儿，快看，来吃一口，啊，来吃一口啊，啊，吃一口，吃啊，吃。吐出来，拿来。这早就料到了，你们不拿朕的颜值当事，背着朕放肆，皇后还说你没有开荤，这不让朕给逮着了吗？父皇，连宫女丫鬟们都比咱们吃得好。他们是贱奴，自然会偷吃。你呢，你也跟他们一样吗？给我跪下。皇上，这碗羹是奴婢截下来的，跟公主没有什么关系。奴婢见太子饿得不行了，就喂给他吃了。是吗？是，是我，请皇上赐罪。大胆，来人，拖下去。姑娘们，哎呀，杨大人来了。
间，皇上有严旨，不准王公大臣沾染酒色。哎呦，二位大人。哎，杨大人，哎，红，哎，哎，各位老爷们，快请入内吧，姑娘们早就准备好了。好，快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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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大家远道而来进京述职，辛苦了。各位辛苦了。按理说早该在设下设宴为各位大人洗尘，可是国丧期间皇上禁止一切礼乐，也不准沾酒啊。哎呀，在下愁了。你说请吧，怕皇上知道，不请吧又对不起各位，无奈跟洪大人商量了一下，借用这百花楼一角，请各位大人放松放松。对对对对，放松放松，我们都是多年的知己了，也不用回避什么。对对对，在下恭请各位见谅啊。哎呀，谢谢大人啊，谢谢各位，各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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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今晚只管放心，百花楼这里安全得很，我已经把整条街都让卫士们给封了。今天这里只有列位大人，没有任何客人，更没有人敢来探查。好，多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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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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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哎，请请，哎，好，我们干了。好酒啊，好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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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坐坐坐。来来，请请请，哎，自进京以来啊，我还没尝过肉呢，可把我给馋坏了。这肉可真香啊！好，好，好。明天皇上在洪德殿召集大臣们听议，商议征剿的方略。各位督府大人，你们心里都有谱了吗？我们正在为难，不知道说什么好。请杨大人、洪大人多多指教。行行，请杨大人讲。凤阳失守以后，证明多年的征剿是一败涂地，皇上是龙颜大怒，严惩了32个三品以上的文武大员，还严旨内阁继续查处。列位啊，明天请你们各位大人说话要多加小心呐！是是是是。哎，听说杨大人要荣升为内阁首辅，只要您能够体谅下情，那我们大家就都干了。是哎呀，杨首辅，守什么府啊？皇上还没下旨呢。哎，估计国家战乱，朝廷正当用人之际，杨大人忠勇智慧，又深得皇上的信任，是毕生无疑的。洪大人多年在兵部行走，听说皇上要升任您为武英殿大学士。哎呀，总督大人，您别哄我了，我现在已经是朝不保夕了。哎，这话怎讲？是啊。哎，凤阳皇陵被毁，我这个兵部侍郎是罪无可赦。哎，可是不知道为什么，这皇上呢是惩办了4名兵部大员，唯独漏掉了我。但是我已经把罪责呈上去了，只不过是皇上至今还没有批复。哎呀，您呐是胜券正容啊。是啊是啊。我跟你说，皇上越是不吭声，这个事情就越是不妙。哎，我正琢磨呢，皇上啊说不定是留着我这颗人头另有他用呢。哦，哎，有什么用啊？你比方我跟你说啊，说不定明天廷议开始，皇上就要了我这颗人头，这是杀鸡儆猴，以此
啊，来震慑你们各位督抚呢。哎，开玩笑，不会的，不会的。哎呀，我说，诸位诸位，我现在是想笑都没心思笑啊。哟，老爷们，老爷们，姑娘们都准备好了。长老，长老，哎，公公，公公，小的都查清楚了。说，洪承畴和杨嗣昌邀请六位进京督府，在百花楼聚酒取乐呢。什么？这帮混账东西！他们还有点良心吗？皇上瘦的就剩一把骨头了，他们居然还有心思酗酒放纵啊！他们仗着自己是内阁重臣，什么事都看得出来，把整条街都给封了。掩耳盗铃，欲盖弥彰。现在都什么时候啊？国丧期间，他们竟敢酗酒嫖娼，外带着结党营私，是罪上加罪，要灭族的。太不成体统了，姑姑，你说怎么办吧？就是百花楼。候着。开门，开门呐。谁呀？客人。客人，国丧期间本院概不接客。你这死货怎么回事啊？不是跟你说了吗？国丧期间本院概不接客，快滚，省得老娘扇你。你这臭娘们还挺厉害的啊。哼，厉害？这算什么厉害呀？奶奶的厉害还没使出来呢。大爷，我要是不滚呢？不滚？那奶奶我就叫东厂的刘总管来剁了你的臭爪子。臭娘们，你说的那个刘总管就是刘二吧？哼，你也知道刘爷的厉害呀。刘二有多大本事老夫懒得知道，但是刘二他爹有多大能耐老夫知道的是一清二楚啊。您是？哼，刘二他爹呀只能是我们这位大爷的徒儿。那个刘二啊，他只配当我们这位大爷的徒孙。哎呦，我说呢，原来老爷子是自家人呢，怪奴家看走了眼。对不住，对不住，姑娘们，大爷来了，大爷有请，有请。哎呀，姑娘们，快快快，老爷来了！老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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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想死我，想死我们了！行了，行了。什么就想死你们了？我什么时候来过呀？哎，老爷，姐姐想死了，想死了，可惜，真是太可惜了呀！您别这么说呀，我这儿的姑娘那都是京城里的绝色，您只管用。哎呦，下去了，下去了！哎呀，就是仙女下凡，老夫也是无动于衷啊。您还守身如玉呀、啊？什么？什么守身如玉、啊？姑娘们，你们都看仔细喽！啊，哟，原来是爷爷，老爷。哟，原来是宫里的老爷，奴才真是瞎了眼，瞎了眼，多有得罪，多有得罪。您请。
听我说，毕姓王，王承恩，是李家几位贵客的朋友。王公公，您是内廷总管？正是老夫。王公公有失远迎，是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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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王公公，王公公，是啊，王公公。老夫不是在做梦吧？怎么会是各位大人呢？这个哎呀，搞错了，全然搞错了。哎呀，刚才一个下人禀报说有几位奸人在此聚赌嫖娼，老夫想这是国丧期间呢，一定要前来查看，没想到竟会是几位大人，真是惊扰惊扰，莽撞莽撞啊！千万别这样说，千万。今天这个事儿，在下确实有失检点，是，还望您老人家海涵呐。是啊，杨大人怎么这么说呢？实在是老夫莽撞啊！哎呀，真是的，真是冲撞了各位大人了，真是不好意思。陆四，小的在，去跟前面说。啊，就说这桌酒席是老夫请的，所有开销都包在老夫的身上。是，使不得呀，王公公，您千万别这样，你是折杀下官了吗？听我说，不仅是今天啊，打今儿起，以后各位啊，在京城不管是吃喝嫖赌，全都记在老夫的账上，以此向各位大人赔罪啊！啊，哎呀，王公公，这可是行啊！哎，就这么定，就这么定了啊！王公公，您的恩情，在下永世不忘。哎，永世不忘，永世不忘。既然王公公今天来了，在下斗胆，请王公公也入席。不，别，请，请，来，请，来，好，老夫就陪各位饮一回花酒。好，王公公，请，各位请，各位请啊！来，快请。水流似水。